蔡政务市长、副主委以及各位民意代表、各位长官、公路总局局长陈纪元在这里报告有关玉里长滨这个公路办理的情形，化缘起以及它的内容，还有经费的编列所遭遇的困难跟未来预期报。所以经过地方民意要求，认为说为了促进东部地区的发展，公路总局准备开始做这个玉里跟长滨这一条道路。当初省府时代85年通过还原，86年奉院合并，而87年开始来执行的。那么这个计划原计划是准备92年度能够完成，并在97年度把它完成。从台九线大概7K 那个地点，而总共的长度大概15.7公里，那么设计速率是以40。那么这是路体段的我们设计的一个标准断面，是采半挖半填的方式来平衡这个土方，是以9米来做设计。隧道来讲，整个隧道宽度是10米，两个车道加上路肩的宽度来设计。那么这个计划总共请这个公路总局的这个检讨一下需要来做某些的这个加速处理的话，我相信呢，我们部里面一定会政策上来支持。那我想也借这个机会感谢我们县政府的，尤其是我们戴县长来了以后，对于这个土资源厂这个回收的问题呢，帮我们在这个地方一长公路陆续的由我们交通部长来临了2次，跟公路局的相关长官在这边关心这个问题。那么至于刚刚我们范台县长的指示啊，我们政工所积极的配合公办公营的这个南通土资厂啊，也在今天完成的呈报的手续，包括办理土地拨用的手续啊，都在今天已经把公文送达到县政府。如果这个启程可以的话，剩下的县政府协助的话，应该可以照县长的指示在11月底以前完成。那么到地方来再次的关心我想我们地方是应该要感恩有这样的一个福音。最后希望我们院长的才智能够把这个公路的这个时程是不是能够再缩短一点大概2边同时施工的话，应该是可以加速所以我想呢加速较近到原计划86年原列15号核定，92年完成。那照这个进度，今天来我是来剪彩的，结果不是来剪彩的。好，那个土制厂现在是说11月底才能够。如果工程上有必要的话，要时间，我做检讨了。有一个变通的，还可以。有变通，变通可以啊。变通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这个释放气体。现在是7月、8月，应该9月底。9月底。里面陈局长最快，你们希望什么时候开始可以放？上回都没安的比赛，9月底还在上班，你还心里想还有暗示？9月底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你现在已经放多少土方了？目前因为刚刚讲说我们花莲这边这一标，因为我们瑞穗1号道路开工，我们现在是把这边土方放在那边，所以目前还没有困难。但是我刚才讲后面4标的部分，我们土方就必须要有气口的地方。董员今嘛，这里今天现在是原来已经7点多哈，完成1/10，今嘛董员呐，按算起来过10分9/9哈，你过开5年，应该是啊，真合理哈，真合理啊。
好，请找文基不出去你啊，今晚。哎啦，哎，就是现在开始了，今天7月25号那个环境开始积极吼，就推动过去，安尼才会当。我讲迄期间才会落来。对。啊，水工哦，因即摆要求讲做什么先天刚才迄度以我的为准。对。伊在讲嘛是安尼啦，发包的较要紧。对啦，发包较要紧。前一时间啦，啊袂，啊做一个准备啦。哎。啊，过来就是讲是恁定的，因为有得较会过，开放性较会出来，啊你这边还袂去啦。好，好啦，这都恁先讲，对不对？好。